Okay.从无名开始啊，他生老死，但是哈，顶管这款的哈是念头的刹那，刹那一下子全部乱亡的，这是面对所缘境一刹那乱亡。12年来对这样，没有无名就没有行，没有行就没有事，没有事就没有名，这一刹那，这生死嘛是吼念头的生死，一刹那乱亡的。所以希望呢，您以后知影这个因果观的时阵哦，出现任何境了，过去就让它不见了，过去就让它不见了，那莫个造就出来啊，造就出来吼，表示你无名。明了吼，无名没有行就没有行，没有事就没有事，名声的传播都拢无影，所以叫做所真呐。有人唔知影所真是啥物意思？为什么所真妄会自灭？但是吼，这是当下安尼啊。不过这个当下安尼的时候，你要修，你无修吼，我甲你讲，伊就变安尼啊。我咧为这有先轰炸机无啊？一开始下第一颗，再下第二颗，下第三颗，哎，跟那十二个子弹哦，拢拢顶落来，啊，陆陆续续顶落来，顶落来了吼，你就开始哦累积啊，一点一点累积。所以哦。先落来吼，摆上下骹吼，一个一直落来，这像不像轰炸机啊？开始一颗一颗下，所以吼，当下是会当好这无伊啊，不过吼，没有这无始劫以来吼，已经在体，这是体啊。这是体啊，所以吼、哦、第八会变现里外嘛。好，主要是第六啊。因为第六不知道他是抓的，第六不知道八是被他抓着的相啊，所以不知道是被他抓着的相哦，这一连串的这样物件拢都造出来，所以修行一开始的是修，先转六啊，卖七八哦一底。一直铺这个影出来，啊，卖铺这个影出来吼，慢慢啊吼，这因果吼，我们说浪相啊，它慢慢一点一点无伊啊，先电管无伊，过来下卡一点过来，陆陆续续往细的部分没有，这样，知道吗？因为夜风一吹的时候，浪就走嘛，走的时候下骹陆陆续续对照啊。所以吼、
先家先停了吼，嘛是同款啦，次第无义啊。所以次第无义的时候，一想初先无义，再来慢慢啊入义位，到最后才把根本的破掉。哦，所以无明有两种，这底下叫做自末，底下叫做根本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大家你来注意也好，一字末先注意也好，一挂粗的，苦，都陆续无去，陆陆续续无去，这大家是彻底无去啊。所以才彻底无去吼，等安那等成佛啊。哦，所以这杂含的共十二因缘的时候，那底下这里所在的时候，它是从无明先开始讲的，讲到阿那的共界时阵吼，伊是编过来讲的，先初的先无义，佮他一定立义位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吼，讲到体跟境无同啊，身体佮境外境。外境是七抓八变作尘的啊，体又跟尘不太一样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体跟尘吼、哦、拢是白啊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吼、哦，解决难，通通是在解决八事的。不管食也好，食也好，拢是白造出来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是尘啊，所缘境啊。在这不是，在这是体啊。啊，但是就是亲哦，唔知个掠，掠也见分，比作也所缘境。啊，唔知啊吼，唔知啊，这款的就是伊本身的经济造出来的，这叫做种子哈。起现行的，啊，结果轰炸机落来了，个现行的个新种子啊，好，这回事吼，诶，物件吼，咱伫日常生活内底看得到吼，诶，轰炸机哒哒哒哒哒哒，给你下落来，咱们来解决这些问题。就是吼、哦，未使无明啊，啊未使无明，爱转倒一个，转一个啊，这般若啊，啊，就用这个般若了吼，七才会把八放下，都差别吼、哦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，他就愿意放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了解他空啊。不了解他性空，不了就是不了解你啦，所以吼、哦，不了解你，不了解你就是不了解法性，啊加不了解啥佛性，所以你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法性，一个是佛性。法性是啥？性空故缘起，缘起当下性空。啊，啥物是佛性？有大海伫个啊。所以呢，了解这利吼法性性空，然后有大海在，你就不会以外左右以内都空了。但是哈、哦，注意啊，累积大海哦，不是累积家财万贯啊，千万要记得啊，累积上悟性、觉性啊，而且这块悟性跟觉性是啥？面对任何一个所缘境，你都比别人强。这真正是你来世间超越人的所在，我讲啊对不对啊？咱是不是爱这啊？那你爱那炸不起的物件是要创什么呀、啊？啊，恁只爱这炸不起的物件是要安那啦？
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这除了十二因缘以外，都有啊。这嘛是，这嘛是啊，五音色受想行识。这嘛是吼，一接触一刹那，五音具足啊。哦，一刹那。接触刹那五音具足，但是吼，因缘是一刹那，啊，那变成因果的就忝啊。因为吼，都因有一个大海伫个，所以变成因果你就忝。比如讲吼，这就是吼麦克风啊，吼，啊。外口的音乐吼，就敢夜风来熏吼，有阵时啊熏香的，它就香；熏臭的，它就变臭。爱来一直熏，一直熏，哇，那个害啊！一直熏臭的，啊，到尾啊，这个麦克风就拢，那个臭的味道就很难解决啊。是咪爱吼，外口电线袂干，干一条。往里面的，所以因缘是一刹那，啊，不过熏成体的时候吼，代志就大条啊。你来准备吼，这样，所以苦地伫遮，这是念头尔，这是念头尔，但是要逼着吼熏成，熏入去退电管你就害啊，你就。你就生生世世，你都要吃这个苦啊！哦，所以菩萨在这里就怕了。啊，众生一根罗汉架吼，我懂，因为一根熏好几层进去的嘛，一熏这高啊，啊熏这高吼，你爱一根一根吼，一根一根甲洗掉免。所以就是变上顶关的心啊吼，再来想，再来吼受，啊，再来就受。有人就讲，我讲这受敢是伫上外口顶，那是变啊伫内底。我讲，不是吼，不是原本这个受啊，是一个变作化成那个因啊。然后阴嘛，所以吼、哦，伫这顶管的位置吼，初下先解决，先卖作业，啊，过来吼、哦，无想，过来无想，到尾啊，连这个阴吼都爱彻底断掉啊。为什么？这叫做纠葛啊。并不是这叫做纠葛啊，是因为你已经根深蒂固啊，变纠葛啊。所以咱希望吼，咱不是讲吼残忍无情啊。我们当然吼不是这样的啊。啊，那么多过去吼，大来未及大吼，我无快乐无代志，嘛不是安尼啊，到尾啊嘞。啊！以后变石头，啊变石头嘛袂使啊！我记越长，大会变会真正会变石头。是吼、哦，心变石头诶，石头，所以叫做石头公。